我们俩今天表演一个双簧。双簧是啥？各位老少爷们们，大家好。各位老少爷们们，大家好。我是安吉。我是安吉。今儿个，给大家表演个节目，你们就听好吧。听吧。你们就听好吧。哇，好棒！只要我在前面坐好了，后面就忘了。唱个歌啊！伯母，唱个歌好不好？唱啥歌？唱一个啊！我想想，唱个什么歌呢？那英文歌你听不懂？听，嗯，英文歌你唱一个吧。A B C D E F G， 不是这个，那哪个？你唱，告我一个。巴鲁梅拉米巴鲁，唱。那你听得懂吗？我，你才唱一句，你多唱几句。唱完。啊。巴鲁梅拉米巴鲁，巴鲁梅拉米巴鲁，巴鲁梅拉米巴鲁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卖大米去，是不是啊？想卖大米呀、啊？不对，仿如卖大米多少钱一斤？你站在我面前，教你练练声，咪咪咪妈妈妈，咪咪咪妈妈妈，咪咪咪咪妈妈妈妈妈，咪咪妈妈妈，不许笑！现在老师上课是很严肃的事儿，很多小朋友都要跟叔叔学唱歌呢。那这咋一个小朋友都没有？